兜儿。我人儿呢？你们等会儿，我去捡儿子去。敌军还有三十秒，捡点破烂儿，碾碎他。一个破烂儿，两个破烂儿，加了40点经验。你给我死！都一下，漂亮。打傻丁，给我 A 死他！哎呀，我终于给个人头了，不容易啊！我肯定不去中，我去上路，我去捡儿子去。没人吗？这上路啊！队友呢？玩儿呢？我好难受啊，我没有队友，几个打野呀，怎么变成巴德单路了呢？我决定补 W 了，真的，我觉得 Q 一点用也没有，我给你个嘴巴子，你咋那么狠？哎呀，我武器大师来赶上了，扣一下，行呗，加速，他俩晕住，没事，我给你加血来，我锤，漂亮，钻个洞，全打工啊，捡点破烂儿，也不让回家呀，这推线太快了，这你死的咋那么快呢？啊，这个洞怎么没往这边开呀？我觉得巴德攻速还是比较重要的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这啊，
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这啊？你给你个嘴话啊，这他瞧不起我还、哎、你以为我没有虚区？这大狗熊转动啊，这人有点多呀，这我咋没看见这卡萨丁呢？先给防御塔金身一手，人头是真没有啊，我说实话。我怎么感觉主 E 好一点？我真的感觉主 E 好一点呀、哎、再见。哎别这样，太吓人了。下件装备咱来啥呀、哎、来蓝切呀、啊、来个蓝切。还有两个儿子，我看我能不能把这歌姬给他单杀。我觉得我应该带个疾跑，卡萨丁主 E 吧，真的我觉得真的主 E 可能能好玩一点。怎么叫人呢狗熊？蓝切无尽，不是说好俺们两个打吗？那女警也太面了。先捡一捡我的破烂，为什么仇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给防御塔定住。抽一下，哎呦我操，这大嘴巴子！你给我定！这家输无尽，哎，不够钱，收点兵啊！我感觉我们别放技能是最好的。放技能才二呢，闪现，狂风之力，快跑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挺有意思啊，这怎么捡不完呢？这压了，再来个啥呀？饮血剑行不行？再来个暴击吧。你们是没赢过还是怎么回事？这顿猜呀。升级者，行，火炮也行，来火炮也可以。秒个人家。这我打，打大龙。整个火炮给他，大狗熊往哪跑？跟我互秒是不？这样吧，来个暴击吧。抠抠什么抠啊？抠还没有平 A 伤害高呢。刚才他也没在墙上啊，关键是这杰斯出的是无尽呢、啊，这杰斯点人。对付这种杰斯，我们需要一个蓝盾。我来了，顺便我们捡个儿子，塞拉斯。
五先锋没啥用啊。黄鹏这里啪啪啪啪，闪现啪。还有你跟我打，哎，没拆下来。母蟹大师，你是要这英雄还是狗熊？看来是狗熊。哇，小黄毛不敢担呢。得了吧，来，你没有完成的东西我来帮你完成。杰斯是吧，杰斯还暴杀刘杰斯，今天看看到底谁爆杀，看看到底谁爆杀。来个洞吧，来进，请进。